我不想告诉与我无关的人。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你要还给我。程度评分调查表，你物化我。我技能评分三星，性格评分两星划掉，一星划掉零星。你的评分也不太准啊。怎么可能不准嘛？按照现在市面上的评价，我不应该都是五星吗？表格有误，我们收了啊。哎，江思涵，你要是再带着这种无聊的目的来搜，搜的大门将不会再为你打开。乔木，我们肯定会再见面的。嗯。乔木是吧？让我查查你的真面目。程玉，你想采访我弟弟程木？他可是从来都不接受采访的，所以才需要老板您亲自出马。之前不是给你安排过类似的吗？你可都拒绝了，怎么突然想通了？我这不是听说咱们公司签约了超模李景阳做自媒体吗？我大受鼓舞，我必须要努力工作，跟上公司前进的步伐。你想呀，这个宋呢现在是网红店的头牌，如果我能采访到的话，不仅可以给 SOHO 做做宣传，同时也能给我那个小破账号做点新内容。行，我这就帮你安排。你呀，千万要给我争气，你的文字很有力量，要加油。遵命。对了啊，提醒你个事儿，记得跟他保持距离，不然会受伤的。嗯。好，两位看镜头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特别好，再来一张，保持啊。好 ，OK。江哥，程木啊程木，你不要每次都伤害我好不好？你让我一次又一次的作为一个模特，天天是吃甜品，你这样子让我压力很大的。哎，对了，景阳，那个合约已经给你签订了，保持住身材啊，拜拜。谢谢花姐。戏越来越好了，打算往演艺圈发展？我就是省得他天天嘀咕我不注重身材管理。那你好好加油，争取身材和甜品兼得。那你放心。看我这张脸，差不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就凭你这个长相，你要想开拓资源，那还不得花花朵朵开啊？再者，你要是谈恋爱了，那你姐就放心了，那我岂不是就有机会了？我可没这个心思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早点死心算了。我姐看不上你。哎，我的魅力你不懂，也不知道有生之年。能不能看见你谈恋爱？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，活的就什么都看得见。屁股没坐着你就走啊？甜品照旧啊！你吃完了之后呢，把反馈给我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记得帮我约你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我手机好像没电了，你车里有没有充电线啊？我得实时监控你姐啊，我手机不能没电。自己拿。哎，等等我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我说几遍了，生产日期精确到时间给我码在底下。就是啊，你怎么不都贴上啊？哎呀，你快把这个拿到后面去吧。婉杰，不许欺负你宁哥。是宁哥主动帮我的，是不是宁哥？嗯，宁哥，我说你就惯着他吧你。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休息了。又见面啦，
程先生。又一个敢靠近我们老大的女人出现了呀！你们说她能坚持多久？三天。我觉得最起码五天。宁可，你觉得呢？无聊。